天发的 mail 吗？有收到的，应该都有收到，还是大家没有看 mail？ 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啊？有点惊恐。好，我可以坐下吗？坐下来讲。哎，都没有人回我。啊，那个，大家是第一次来的，帮我举个手吧。然后有些是我们的。OK， 那今天就来看。后面的是来参加课程的吗？对。好，我看看，我可以帮我准备几张椅子。先帮他准备一张。那我们就先直接来开始。对，那我要先感谢就是台北市文化局，然后有这个单位，然后邀请来上面讲课，然后所以就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一般在外面，要上摄影课，其实费用会不便宜，尤其是这个。我平常开的课程是比较软性的，我等一下会介绍到，就是我会带一些调频设备，就比较软性。那今天的课程算是比较精实，然后知识性、技术性上面比较多的。对，我不知道大家是想来听这个吧？应该如果有报这个课程，应该是知道今天会有这个，就是今天的内容是比较硬的。好，所以希望大家等一下不要睡着。OK， 好，那我现在开始喽。好，我先来自我介绍，我叫 A 九许正淳，然后所以英文名字有点难念了 ，A 九，所以有点卷舌，我朋友们都叫我 A 九，所以你们也可以都叫我 A 九就好。A 九老师就好。然后，我最主要的职业是商业摄影师，然后也是这边的导播技术指导。然后，另外呢，我还有在接广告导演，还有就是我会写作，所以基本上我是文字、影片，然后照片三个同时在创作的。对，然后所以如果你们有上述的问题和兴趣，都可以来问我。就基本上。这个领域就是数位创作领域，基本上我都蛮熟的。然后等一下有机会可能也会放到我的影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之前不管是我拍的 vlog， 或者是我指导当导演拍的广告，都有机会，然后可能中场会放一下，中场会休息一下。我先来介绍一下我刚说的。就是微摄影旅行团，这边有些人可能有参加过，就是我基本上，每个月不定期会大概带一两次的出去拍照的，然后是比较软性的，可是我会在团开始之前，我会教大家一些摄影的小技巧跟技术，然后呢，我们的方向通常是以就是展览或者是一些小型的旅行。然后我不会去到太远的地方，因为人太多可能比较难管控。我最远是去到金山，就是3万台元，就是小团的出团。然后如果大家之后对这个团有兴趣的话，等一下会有 LINE 群可以加。我们会每次出团完，我们会把大家加进一个 LINE 群，然后那个团里面基本上就会大家分享一些摄影或者是景点的资讯。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团的时候，前面这几张啊，我放的都是团员们的作品。然后我会通常我会每一次出团，我会选一个我觉得最满意、最厉害、也最打动我的作品。然后这一张就是当天那时候，大概是去年中的时候吧，在国比。有人知道这个在哪边吗？猜一下。还有帮我举个手，有没有人知道？猜波比啊，你们？那猜新富里？你们对这附近很熟吗？怎么大家都知道？对，正在新富里。
对，新木町市场，有人没去过了吗？应该很多人还没去过吧。新木町也算是这几年比较新兴的景点，然后蛮值得大家去拍照逛逛，然后打卡的。对，那边有非常多的热门网美拍照打卡点，你们去了就知道，我们搜寻 IG 上面会有很多的照片。那这一张是当时的，就是其中一个伙伴拍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瞬间抓得很棒，所以我把它抓下来当做我的就是几乎我每次剪报都会讲到这一张。然后这个是去年的白昼之夜，有人有去过吗？白昼之夜不多耶，因为白昼之夜每次去都超可怕超多人的，今年也是，今年在那个内湖那边办，内湖跟大溪。对，然后这一张也是学生拍的，他这些都是手机拍出来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一定要很厉害的单眼才可以拍出来，对，他们几乎都是用手机拍出来的。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有去白昼之夜的朋友看到这个点吗？这个景点，这个景点其实在白昼之夜里算是比较隐蔽的，因为它在非常后面的车，非常后面的站，然后呢，很多人都不会走的，很多人基本上都是去那个大兔子，大家知道大兔子啊，就是去年白昼之夜 ，FB 上、IG 上应该都有洗版一波，就是那个月亮跟兔子，大兔子。不过这个点算是比较人烟稀少，然后我觉得又很棒，对。然后我们去之前，我都会先查看好、规划好路线，然后跟大家说有推荐哪几个点可以去拍。所以大家才会知道这个地方去拍到这个。好，然后这一款是最近的，这个展有人去过吗？然后我去过，帮你们知道，还没去过。这个展蛮推荐的，就是董阳之的行墨书法展，对。然后他现在在北美馆正在展出，到三月多吧。会展到三月多，然后我觉得蛮推荐，就是董阳之老师，大家知道他，知道这个人，你们知道他的字在台湾，你们一定都会看过。我去之前我不太认识他，偶尔听过他的名字，可是去之后，然后听到导览解说才知道，哦，原来他超强的，就是台北车站的字啊是他写的，台北车站的大字是他写的，金石堂书局的大字也是他写的。基本上大家一定都会有看过这个，对，然后还有一个一定要看过就是出国来回国的出境入境上，上面那个字也是他写的，对，然后还有齐柏林的看见台湾是他写的，电影《一代宗师》是他写的，《一代宗师》那个是他写的，他有非常多的跨界合作，然后他的字都是很霸气，现在办公室都没有了，然后所以。这个展，跟一般的书法展我觉得不一样，是它有那种非常飘高到二三楼的那种字画，对，那我就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非常有气势，然后那些五大家都去到整首写下来，那个气势真的很重要，对，然后而且也非常好拍照，对，这是当天一个也是一个学员拍的，用手机拍的，对，然后就刚好他拍到一个像左拍照，一个向右拍照，我觉得还不错。好，那接下来讲今天的这个讲，对，之前我都带比较软性嘛，然后这个文艺讲堂呢，也是会讲比较专业、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对，因为其实摄影还是会有很多比较深入、比较难一般人不会接触到的知识，虽然现在手机上面已经。就非常多摄影好用的工具跟一些什么的，那所以这个讲堂我会从基本的开始，然后慢慢教，教到大家这个很深入的东西。那我想先问说，是用单眼的吗？单眼吗？所以大部分讲还是用手机。那在开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我蛮常会问大家这个问题，就不管我出场的时候，或者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大家一个问题。之前我都问说，你自己
满意的作品照片是这个超难的，就几乎没有人有反应过。对，好，那所以我今天画比较范围比较小一点，你们自己想一下你们2019的照片，你们最满意的照片。大家现在手机很发达，应该2019年一整年照的照片不会少于100张，对不对？对，那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张？对，好，不用告诉我答案，就是你们可以自己想在心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因为对摄影的人来说，他的作品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对，他都会留在他的记忆里面。所以如果你的记忆里没有这些照片的话，那些照片在你手机里面，基本上它跟死了一样多。对，我们现在每个人照的照片每有，有些可能一天就有机会可以照到上百张。对，可是你真的会拿出来回味，或者是甚至把它洗出来，当做纪念的照片多少？对，那我带这个团，然后开这个课，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多建立一点这种观念，然后多去造出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对，所以我可以去想想看，然后我今天回去也可以想想看，说你觉得你2019最喜欢的照片，拍的最好，就是放到社群上面非常骄傲的照片，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对，好，那这个问题是我在活动通上面，在那个文案上面写的问题。对，应该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没有人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去上很专业的摄影课程才能拍出好照片。有想过吗？有想过帮我举个手？有都没有想过吗？就是现在市面上的摄影课程超多的，我都不会想说，这真的有必要吗？或者这真的这么贵，值得吗？你们想过这种问题吗？那你们，那来问说，那这 yes or no 应该就很难，觉得是的举手，就是那不是的举手，好，那可以举手的，好 ，OK。那我来说说我的答案好了。OK， 我自己觉得啊，是不用的。对，基本上，如果你想要拍出好的照片，基本上跟个人的美感或者是运气比较有相关。对，然后呢，但是呢，为什么要上摄影课程这件事情？我自己讲一下我自己的简单的小小的摄影历程。就是我其实是从兴趣开始接触摄影的，因为那时候以前是当工程师，然后工程师有非常多人是全部都在玩单眼，对，然后所以莫名其妙就被推坑玩单眼，对，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还是一路坑就买到全部级，就是接近商业级的，就是专业的入门级的，专业的门，有到专业门槛的全部相机，对，然后。可是，一开始拍的时候是超糟糕的。对，基本上，如果大家也有用单眼或什么的话，基本上应该都会知道，说一开始拍的照片真的是很可怕，甚至还不如用手机拍。对，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我拍照到现在，大概那台机器买大概有7-8年，买到7-8年。可是我觉得我真正会摄影是大概3年的，对，因为我回顾我以前的作品，那都是出国，就是出国玩那种疯狂拍照，然后没有什么重点照片，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然后大概这3年，我才会开始是有意识的去创作我做收集我作品的一个事情。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第一早开始，就是开始想这件事情，你自己的作品其实有想过吗？有这件事情。这张照片蛮特别的，对，因为对比我以前的那些用很贵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然后跟这一张照片，这一张照片其实是手机拍出来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一张照片是，算是我去年最满意的对比。大家有这张照片，
我要去拿送我卡包的袋子。没有啦，这边是袋子。先过来。对，这一张应该很像一只龙吧？对，那个云的颜色是没有毛色。对，然后其他地方的颜色我有后续过，可是云的颜色是本来就那个颜色，然后形状。然后这个就只是在晚上拍的。然后这是我每天就是上班途中会经过的地方。然后呢，想拿这张照片出来跟大家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张照片，我放了蛮多的一些心思进去，让这张照片呈现。第一个是我每天在这里上下班，基本上对这里的景物，然后景色、天空应该都非常熟悉。对，可是呢，这里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会观察一些天空怎么样，沿路上的对，可以怎么样？有如果现场请来摄影师，应该会有这个习惯。对，然后我觉得一个摄影师你要能拍出不一样的东西，是要可以做观察。对，那刚好就是在这一天让我拍到，让我发现了这个。对，那我之前的讲座里面有一次我讲到这个非常详细完整的创作过程。其实这一张照片一开始是很多的，然后一般我在这里拍的照片，然后跟发现这是冷，然后我再去找到这个地址，对，找到这个地址去搭配，然后再去把它做后置。然后出来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方法，就让我有记忆点的一种感觉。所以其实一开始的照片是要去做很多的，让这张照片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这个作品变得更好一件事情。对。然后呢，这个是我想举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也在附近拍的，然后它就是在。只是在一个很旧的市场里面的小巷子，然后那天刚好下着大雨，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去拍这个，还是那个，邀请这个 model 来出场拍照。对，然后呢，大家看得出来这些是雨滴吗？这些是雨滴，这个拍照方法是以前我不会的，对，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拍成这样的。那我觉得。会需要上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以打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方法，然后跟技术。然后这张照片是旁边有打一只很强的闪光，你有办法理解出这些原因，就是快门的其中一项，快门跟闪光的原因。不然你一般的拍照，不管是拿手机或拿单眼，完全就拍不出这样的。雨滴就是会一条一条的斜线。这张照片啊，就在山水街拍。然后呢，刚说到为什么要上摄影课，其实这个不是我去上摄影课学，这是我当天跟同行的另外一位摄影师，他刚好看到这一个，因为那个地方雨下很大，然后他有屋顶上的水一直疯狂的流下来，然后他刚好就有灵感，想到可以用闪光灯来拍这样的摄影。可是这是以前我完全没有做过尝试的，我完全是不知道有这种拍摄情况。对，那所以上摄影课或者是学摄影，很重要的一个点就可以让你有更多的技法可以，或者是更多的知识、技术，然后可以去运用。像这种技术的话，基本上你不太可能是偶然，靠着运气好，或者是看到这一幕才拍下。这基本上我们要去创作才办法拍出这样的照片。人家那旁边那两个。是后置的，那个房子，
看得出来吗？就是有比较清楚，嗯，就雨滴其实有大有小，旁边那一个很亮一团的是闪光的，对，那个是闪光的，我就直接让它进来。好，那回到今天的重点，就是光圈跟快门这个东西。对，前面讲的肉肉什么也算，对，还没进入重点。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光圈跟快门到底是怎么样运转，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可是我还没有要讲光圈跟快门，因为要讲光圈跟快门之前，你们需要知道一个东西，叫做曝光比。接下来就进入专业的课程喽，大家不要睡着，加油，保持清醒。对，专业课程真的会比较硬，然后你们如果有单眼或者是手机的话，也可以拿来比对一下，因为手机上面的话，我知道 Android 基本上是会有这个东西的 ED， 然后 Apple 的苹果比较麻烦，是它不会写到 Android 有专业模式。大部分的手机或者专业模式，就拍照的时候的专业模式，可以让你看这些声音。可是 Apple 没办法，就得要自己去想。那 Apple 的用户没关系，我先提，我等下会推荐几款 APP 让手机用户大家可以练习。但我可以先记把这个记下，接下来可能我需要做笔记，然后之后才会记，因为你现在听过一遍可能会记不住。好，第一个名字我们要选的叫曝光值。这是要在光圈快门之前要先学的东西，这个东西非常的基本重要。光圈快门基本上是为了这个而设定去考虑，它叫做曝光比，叫它。然后如果你有单眼相机的话，它通常会是一个加减号，一个方块里面加跟减，然后它就是有调整曝光比。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我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这个背景用的蛮久的，我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来，说一下，说一下。啊？哪边？哦，对对对，厉害厉害。好，中山站。好，那。这张照片其实原本不是这样子，它原本不是这样子。OK， 这张图才是我正常拍出来的时候的情况。那这张图是我故意把它刷暗。那另外这张第三张图是我故意把它调亮。OK， 那什么叫做曝光比？通常相机它会有一个内建的数值，是它觉得画面刚好亮度 OK 的数值。假设今天是这样，其实每一台相机都有，然后每一个牌子都有，因为你没有一个数值去做标准的话，你要怎么去让使用者去调亮？对，那个 EV 就基本上是拿来做调暗跟调亮的标准。EV 的那个表通常会长这样，对，它会从零到正三，这边有个正加的记号，跟到负三，然后呢，相机一般就会出厂基本上预设都是在零的这个位置，对，那这个位置就是它预设它想要的亮度，所以曝光补偿就叫做相机的亮度，就是你们可以去调整，直接调整相机的亮度这件事情。所以你直接调这个表，你就会发现你的画面转了。如果朝正三去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照片整个都变亮，是整体性，它没办法做局部的调整，它只会整体变亮。那如果你调往负三去调的话，那它就会整个变暗。对，这个表。然后有些的相机，如果是比较专业的相机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转盘直接调这个机子，你会有一个转盘，对对，是可以直接调。然后可是如果是一些比较入门的机种的话，它就会需要进到全单里面去。可是当你想要你有时候可能拿到相机拍的，会发现怎么拍怎么觉得都偏暗，可是它
是设在扭的位置，那表示它的设定跟你的习惯是不同，那你就要去把它调到可能要正移或者是正对正倒之类的。对，因为那个相机的设定是它安全的设定，跟你一般想要喜欢的色调的亮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他会有不一样的喜好，然后你要去用这个 EV 值去调整习惯的照片，对吗？你基本上有不理解的吗？这个在什么模式下面吗？好，我先讲，这个会在 P 模式跟 A 还有 S 模式下面都有。如果你是调整全自动的话，你是没办法调曝光的曝光。全自动就是它连这个 EVS 它都可以算，可是除了全自动以外的模式，基本上都是你的那个 EVS。你可以去调，你要往亮还是往暗？对，好，对。那刚刚 EV 的观念大家理解了吗 ？OK， 那。终于要进入光圈的快门，对。然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叫 ISO， 对。那这个等一下 ISO 比较简单，等一下会最后讲。那我们要进到光圈跟快门的观念里面，对。笔记基本上来得及做吧，应该要做好。好，那有看过这一张图的包子吗？蛮多的，表示你们有上过。基本底光圈快门的课程，这张图要拍给你看，这张图蛮重要的，然后是基本上很多摄影的入门课程都会用到的。看这张图之前，就要先讲光圈的观念。然后呢？可是等一下我不会直接用这张图讲，因为这张图太庞大、太复杂了，因为它一直有太多东西。对，所以我这张图先快速的讲过，你们听不懂就听不懂就等一下再听。讲完全部教完，你们应该就听得懂。好，这张图要代表的是呢，当你的光圈是光圈从大到小，你的人会从清楚变模糊。然后光圈跟它的数字大小是成反比的 ，OK。然后呢，下面第二个是快门，快门这一排呢是分母，分母是它的速度的意思。对，那边速度1000分之1，就是1000分之1秒。所以当速度从快门速度越快到这边慢的时候，物体的动作会越来越慢。然后第三个叫 ISO。ISO 呢，它是单纯调亮度的一个东西。那它会从有些机器50，然后或者开始到更高，现在有些机器可以到好几万的 ISO。ISO 越大的是你的光圈越亮，然后可是你的噪点会越多。那这三个级是会决定快门。会决定曝光，会决定整体照片的亮度的最重要的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样先快速带过去。主持官，那这一张图有点乱掉。那个六月跟八月不用管，然后应该是做表的时候，看应该是这个。最重要的其实是光圈、快门跟 ISO 三个。前面你们听到了曝光补偿这个东西，那曝光补偿，假设你今天调亮了一格，你要调亮一格，那相机要怎么让这张照片变亮？那它会有几个方式，第一个它可以调光圈、调快门、调 ISO， 这三个值都会影响到照片的亮度。等一下我会讲到它们怎么去影响照片的亮度。其实那个曝光补偿数字决定以后，然后相机会去运算说他要就用什么样的数值来达成你想要漂亮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好看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曝光补偿下来的分支会是光圈、快门跟 ISO 这三个去合作运算出来，才会让你的照片有完整的亮度。那当物理课的时候，我们就更难
要讲到刚刚的三元素，我们其实还是得要回到一开始的相机的问题，不是数位相机，是底片相机。对，这个不知道大家以前有看过吗？以前物理课应该有学过，或者是理化课应该有学过这件事情，光学的成像，然后相机是怎么运作的原理。物体的光线会往镜头进来，然后它会先经过光圈，再经过快门，然后最后反射到底片上面。底片会感光，底片会根据投射进来光线做反应，那个动作叫感光。感光以后，底片上面就会有图案，有图案呢就是照片的图案。这一张是跟简单看给大家，然后。我会用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图纸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所以这个图大家就先记得。相机，这个相机看得出来吧？那个是物体，你要拍的东西。进来会经过光圈，再经过快门，再经过到它的其实光圈，光圈跟快门。就是刚刚像底片管控的就是 ISO。 那我今天会用比较简单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跟大家说明这三个数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有些课程他们会用水来做，比如说这个感光。不过我自己是后来想出这个方法是安全的，然后也比较符合就是实际的情况，就是一张画。大家可以想象，今天你要画一张画，你会画下去的时候会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个光圈就是画笔的粗细。你今天用大字的笔画，然后用小字的笔画，那个下去的那个颜色程度会不一样。那光圈基本上就管控这个颜色的整个范围的能力这件事情。那快门大家可以把它当作画笔的接触时间，你今天一笔下去，如果你在纸上面停留很久，它是不是会吸到的颜色会很多？对，它吸到的颜色就会很重，然后那所以它的接触时间就长。那 ISO 就是画布的长。对，那决定整个颜色的吸到多少这个因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你用的是什么画布。那这个呢就是 ISO 有些敏感，有些不敏感，它真的有画布起来的时候，当你用到比如说宣纸的时候，你一笔下去它可能画就很高。对，当你用到比如说一般的纸它就不会快。对，那这其实这三个数值就会是决定一张画的颜色重和轻，就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你们可以去想一下，光圈它是掌管这个画笔的粗细，画笔粗当然下去同样的时间的话，这个颜色就会不同。好，所以这三个数值其实都是会变动，在相机里面会变动。那今天这样，如果这样当比大家有比较清楚的，如果不懂的理解吧，那也只能把你最后要出来的成品把它当做一个画笔。那光圈就是掌握到画笔的粗细，粗的笔画光圈大，那当然进来光会多，那颜色会重。那颜色重这件事情在相机里面代表的是过曝，光圈开大了。它进来的光多，它有很多这件事情。那快门跟 ISO 是一样，快门就是接触时间，你接触的时间多，那它吸到的颜料重，它就代表它有多的颜色。快门短的话，那当然就是颜色就少，就是表示你整体的照片就是暗的。如果你快门直接拉长，那你快门也很大，它就是。它吸进来的光多，接触画布的时间很多的话，那就有很多光，所以它会变亮。
那 ISO 就是跨部的财产，每种跨部的东西，它吸收或者吸收色彩的一种力量，那 ISO 调取去高度的一个值，就可以去往敏感程度。ISO 其实是说的是材质的敏感程度 ，ISO 越高表示它越敏感。这样的话，简单的比喻。那接下来进到第一个重核心就是光圈。前面有物理解嘛，科学十八问。那我就要进入到光圈了。前面的东西不可以忘掉，那应该还撑得住吧？对，因为等一下都还是会讲到。对，因为光圈、快门跟爱什么这三个，其实你单独讲的话，没有讲前面的不光整的时候，可能会是因为你会调光圈，就是快开出什么这些道理，你还是要先有不光亮度正常的光圈，再来学光圈才会。刚刚那张图有讲到，光圈的数值跟它的数字大小，跟它的光圈大小不是成反比。这边上面是一般光圈常会用到的数值，然后这个是镜头，这六颗是镜头的那个截图。然后呢，中间这个镜头中的白色就是光圈的大小，看得清楚吗？如果看不清楚的话，所以。左上角那一颗光圈是最大的，而它的数字是最小的，它是 f1.8。那右下角这一个光圈是最小的，它是 f11。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光圈只有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小光圈，它进来的光是不是就少？对，它进来的光就少。所以如果你想要用这样的光圈拍照的话，那你势必要拿到另外的快门。让你照片可以达到要的就一样，所以光圈跟幻影还有 ISO 三个字一定要同时学，我们要去懂得去运用这三个数字。OK 吗？这边这样子也是 OK 吗？其实中间还会有很多个 F1.8 上面的二点，它这个图是结束的，它重要程度1.8。在单眼可以算是大光圈，算是蛮大的，就是定焦镜，通常一般定焦镜它就做到1.8，就是要没办法调整焦段，没办法就是精准到镜，这个定焦镜它才会，因为它不用做那个变焦的设计，所以它可以做比较大的。OK， 这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就是它的光圈大小跟数值是。那这个表呢，是基本上光圈它会影响到的一些东西。F 值就是刚刚说的光圈大，那 F 值越大呢，大家可以看这个上面的图，那边 F 值小嘛，1.8开始变大，来到 F11 算是数字蛮大的光圈，所以呢 ，F 值变大的时候，光圈的直径会变小。光圈的直径会变小，那亮度也会变小，所以因为你整体进光量变少，所以你整个亮度，照片亮度，假设另外两个数值，快门跟 ISO 变的情况下，你的照片整体是会变。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景深会变深，这个是除了它控制亮度以外，它最重要的。大家会在意光圈这个东西，有很大的一个重点在景深。光圈景深方面，比较景深。这个照片呢是大光圈景深，然后后面会有看到的，这一张叫做景深浅的照片。景深浅。我的光圈值 F 值是小 ，F 值只有1.8，F 值只有1.8，
光圈的数字很小，可是光圈非常大。对，那我的景深就会很浅。景深浅代表的意思是，除了主体以外，再出去的东西就会变成光。只要你焦段以外的东西，就会变成光。听到这边还理解吗？景深这个特别，其实是一般人大概在用光圈的时候最重要的。你会去调整你的光圈，通常是因为你想要有什么样的景深。那、我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最近的居民想听吗？这个地方在内湖的乐谷吗？有去内湖来吗？离我去那个地方。好，乐活公园我觉得还不错，来推荐大家去。对，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好大的建筑，大概台北两次。它乐活公园有分三区，然后第一区已经是最早的，然后而且乐活公园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它会有夜景，所以你们会有夜景，一张就是夜景的照片。那下一张呢，其实是在旁边拍，然后取角方式差点稍微不一样，可是基本上是这个地方一样是同样的，然后我是用上面这边的数字 F44， 然后现在是有讲到光圈，那你就先看这张照片是用 F4 拍出来，然后呢我刚刚不会已经用三张了，稍微的前方一点，所以你刚刚看到的这些光圈其实是后面的路灯大的灯光。对，那为什么这张照片的灯光跟路灯会这么清楚？就是这张照片的灯光跟路灯会这么清楚，那就是影响到你景色的关系。对，当你用大光圈的时候，你的背景变模糊了，那你背后的东西就会变模糊，然后有光点，有灯，它就变成圈圈的样子。那当你用小光圈的时候，用数字比较大的去拍的时候，那你的照片就会变得整体是比较清楚的。那这件事情要看摄影师你到底想怎么样，光圈大跟小是没有绝对，你要看你摄影师你想要呈现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有时候你可能会想要前景，就是你的主体是清楚，然后背后是模糊的颜色，可以让这个主体图像，这个叫浅的景色，它叫在图形变浅的景色。这个名字有点对，叫浅景深。那这个叫做深的景色，景深是用深跟浅来的。那要怎么拍出浅景深的照片？大家其实一般最想会要拍出的是浅景深。是可以让你的主体是清楚，可是背后可能有一些杂乱，你不想要的东西，可以让它变成模糊。那其实它会有一个复杂的计算公式，是到底到哪边是清楚的这件事情。可是大家看基本先初学者就先记这个重点。如果你想要景深变浅的话，第一个就是要用大光圈，第二个就是你对焦距离比较近。就是你要对焦在近处，如果我现在对焦这个花的话，那后面就会变成对，可是我如果是直接对焦那瓶酒的话，那整个会变清楚。对，简单的来说是这个理解吧，这件事情。景深这件事情。像这张照片就是会对焦到比较远的地方，那对焦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它全部基本上显示内的就是距离内的东西都会变成清楚。你要拍出前景深的照片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你要对焦在近的地方，除了大光圈以外，对焦在近的地方会让它显得变得比较有立体感，然后会凸显。
这个东西是一般在拍人像啊，或者是拍一些建筑上的可以拍，因为你会不希望说你的背景你用纹路这个东西太明显，强调别人的东西，或者是你其实你背景很杂乱，那你只要用大光圈跟镜头对焦就可以把后面东西都除掉。拍人像就是大家都会很讲究这个东西，叫做蓝白油三镜，就除了人以外，其他东西全部都就是其他都背景，就是那些 model 的那种外拍照片，等等一下好不好？我们拿到现场。会带一些，比如说像这张照片，对，好，大家知道这张照片对焦在哪里吗？看得出来吗？枫叶。对，对焦在枫叶上面，然后用的就是。这照可以留这里哦。好，没事，没事。我看这里。那用的用大光圈，所以它的清楚景深就是一米清楚，物理清楚的距离就会变得非常窄。对，那所以。叶子以后的东西，我们也就会变得好。那再更远一点的，后面的树就会变得更好。景深的意思就是清楚的地方。我要抓的是它跟相机的距离，就是对焦，对焦在叶子上面，那只有基本上是，大概只有我的手腕到叶子这一段的中间的清楚。对焦你的脸，那枫叶会清楚。对焦我的脸的话，基本上是，OK， 枫叶也会不清楚，因为我如果用 f/1.8 的大光圈的话，它的我记得它的清楚的范围大概就是十几公分左右，就是十几公分以外，对焦在脸上，往摄影机这边肯定有十几公分会清楚。再过来就会不清楚。那其实它的清楚的范围就是也不太够。那往后跟往前都会慢慢的变。有理解吗？对。所以呢，那为什么说对焦到红米的时候，它就会整体稍微变？那就是因为它其实它的景深就只有往它其他的地方跟旁边。它这个是用小光圈拍的，所以它的基本上，除了它对焦问题外，它会模糊的那个范围。没有，去找爸爸。画画的话，它怎么上我们的呢？有理解，我觉得有点类似。好，第二张。这张是也是用 f/1.8 拍的，这张是用手机拍的。那这张我要举的例子就是，我虽然用 f/1.8 拍，可是它的整体都还是清楚，因为我是对焦在远处。对焦在远处的时候，它其实整个行程内都会变得清楚。你对焦点越近，它才会越会有景深出现。对焦的越远。对焦的到远处，基本上行程内都会是清楚的，就算你有大光圈，理解吗？刚刚这两个因素，第一个要大光圈，第二个要对焦在近处，你才会有景深出现。如果你是对焦在远处的话，那要景深会出现就会有影响。会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哪里？那等一下，我们会先休息10分钟，然后等一下会有下一阶段，还有快轮跟快一次的演讲。那先问一下有没有人想问的问题？然后有听不懂或者是想要我重复的地方吗？然后呢，我这边要有准备一些建议。让大家可以去拍照，然后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用你的手机或相机去拍，然后看你可以调整大光圈的哪些。因为其实如果你拍景物啊，像这种背景杂乱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大光圈，让你的主体是清楚的。
后又不会让你更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试试看这些植物用大红的。然后呢，手机基本上在光圈是没办法的，手机摄影基本上现在的手机都没办法，我们去把换的速度应该是，所以那刚刚说你没办法调光圈，那你就只靠这个就是比较对焦的靠它很近，当你靠它很近的时候，它的背来一个名字的有吗？要。那我就先休息到3:10。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要问的，那就先休息了。